那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，我们看下一题，第四题。第四个听力题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关键词。那大家看第四个，第一个，テニスクラブに入ります。テニスクラブ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关键词，就是网球俱乐部。第二个，テニスク、テニス愛好会に入ります。テニス愛好会，网球爱好小组。和第一个是不同的哈。第三个 party，还有呢 compa，这种联谊和晚会哈。还有呢 window 以外のサークル，サークルに入ります，就和运动之外的一些兴趣小组哈。参加这样的兴趣小组，大家看，那这个我们来看四个选项的话，我们能够猜一下，其实呢，这个绘画还是主要和这个萨库鲁还有 tennis club 这些相关的哈。就是说，一些兴趣小组是网球的呢，还是和这个运动之外的一些兴趣小组呢？他还想加入什么哈？那下面的话，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题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听一下。4番、男の人と女の人が話しています。男の人はどんなサークルに入りますか？ねえ、もうどこかサークルに入った？まだ。大学っていろいろなサークルがあるから迷っちゃって。そうだね、いろいろあるんだね。やっぱり何か入ってみたい。私はテニス愛好会に決めたわよ。テニス愛好会ってテニスクラブとは違うの？あっちは毎日真面目に練習して大会にも出る方でしょ？選手みたいだね。そう。愛好会の方はテニスが好きな人が集まって、テニス以外にもいろいろとするの。パーティーやコンパもあるし。なかなかいいね。僕は運動が得意じゃないから、それならいいかも。男の人はどんなサークルに入りますか？1、テニスクラブに入ります。2、テニス愛好会に入ります。3、パーティーやコンパに入ります。4、運動以外のサークルに入ります。好，那我们听完了这个绘画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首先呢，我们要确定一下这个问题是什么。其实这个问题呢，就是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，他们都是学生，然后，男的想加入一个兴趣小组哈，一个兴趣小组，然后想加入哪一个呢？加入哪一个小组呢？那我听到里面的关键句是这样的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女的说呢，我担心吧，テニス愛好会に決めたわ，哎，我决定加入这个网球爱好小组了，她说这个爱好会の方はテニスが好きな人が集まって、他说这个兴趣小组的是呢，大家呢喜欢网球的人呢聚集在一起，然后テニス以外にもいろいろとするの，就说我们除了打网球，还要做其他的，比如说 party 呀、コンパもあるし，我们还有这个晚会呀，还有这种联谊会呀，然后男的说なかなかいいね，不错哈，包括運動が得意じゃないから。就是男的说我不擅长这个运动啊，所以呀，所以那啦，e come，我觉得那样还是不错的，就是说加入这个网球爱好会是不错的一个选择。所以呢，这个题的正确答案呢应该是第二个，テニス愛好会。